我们走三次好吗？然后妈妈就站在这边，然后你就过来选一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那 Aaron 从现在这边开始，你这边开始，然后到那边去抓，好吗？懂了吗？去选一个，去选一样，去拿一样东西。好，开始。Aaron 来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来，选，你要选书，还是积木，还是车子，还是计算机？还是键盘，还是哥哥？哎呀，要选哥哥哦！啊，你选哥哥！要要选牧场哦！哇，你要当大厨，你要当大厨是不是？好，然后又拿键盘哦。好。哎，没有，你要重新再来一次，要再把它放回去。好 ，Aaron 呢？再重新再来一次。好，那现在重新再来一次啊！好，再一次。这是第。丽阳，那你不用过去，第一次他就选哥哥了。瑞阳，你不用在那边了。瑞阳，因为他已经第一个选你了。要哪一个？再来，第二次你要选哪一个？好。这里有计算机、书，你还是什么？哇，你还是喜欢这个牧场哦。好，第二次选牧场，好棒。他选掉就要拿走。哦，选掉。对，选掉要拿走。刚刚就已经选过了。对，所以因为他就是瑞阳是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是牧场。好，让他拿一下，让他带着他过去。好，让他拿着，然后你再把他换位置，再把他换到那个起点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再从这边再开始，再重新选一个，好吗？你可以带着这个选。好，第三次来，再选一个 ，Aaron 来。那我也要选。Rian， 你要稍等一下，等弟弟选完就换你选。Aaron 来，选一个，你要哪一个 ？Rian， 你先等弟弟。Rian， 你慢一点。你可不可以先等弟弟一下？你先。等下换你。Aaron， 你选完木头，现在选第三是哪一个？哪一个？那几个哪一个？计算机。还是书，还是钱，还是选一个，哪一个 ？Aaron， 哪一个？你要拿哪一个？耶、yeah, ！你选键盘。你跟哥哥好像哦。哦，哥哥好像也是有选过键盘。好，哥哥第二个选键盘。哇，你第一个就选哥哥耶！哥哥有没有很感动？好 ，Rian， 跟你来，你要选，去那边开始起跑点。那现在我也要选。我现在二人跟妈妈也当选的东西。好 ，baby Rian， 好，现在前面有十个东西。好 ，baby balloon， 你前面有十个东西，你自己选，你要选什么？你第一个就要选弟弟啊。好 ，baby balloon， 你再回到起点，小心，轻一点。小心。好，那你第二个要选什么？二人来坐起来。没关系。好 ，baby 本路，你要回到起点。baby 本路，回到起点。好，第二个第二次你要选什么？哦，你喜欢这个玩具啊？你喜欢转。这是最后一次了。好 ，baby 本路，最后一次。好，你看清楚，这边还有一些东西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哦，你要选妈妈。好了，钱不要玩，给妈妈，给妈妈。